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天厨妙供》。非常感恩能够再一次在天厨妙供节目中跟您相聚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彩君。今天在我们的天厨妙供节目中，我们请到了我们非常愿意做义工，而且是信心满满常常做布施的学员王松金师兄来到节目中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您是第几届呢？我是宜兰第八届，就是严辉法师过来这边上课，我就是第一班的。哦，我时常有时候也会，像这次水陆法会，我也是在厨房。哦，香气组。长大锅在炒菜的。哇，好，非常欢迎你到节目中来哦。那你今天哦要跟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？是杏鲍菇碱双拼。杏鲍菇双拼。你的杏鲍菇到底要怎样双拼？我们就来开始好了。好，好，当然，主角是杏鲍菇，一定要有。然后我看到你准备了水莲，还有素火腿，牛番茄，好，怎么来利用呢？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先把杏鲍菇切薄片，切好了。再下去穿烫，水莲也下去穿烫一下，就这样，然后再来补。那我们就来动工喽。好，你的这个杏鲍菇切薄片到底是要怎么切？我们先把它稍微整理，整理一下，让它比较平整一些，然后切薄片。原来是要长长的切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这样比较好剪。要利用这个杏鲍菇的这个卷成我们要的成品。对，所以切等你就对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水是要让它滚喽。好，我们把它水当大火。好，我们这样就切薄片切好了哈，我们就下去穿烫。好，那这个就等于就是说，我们等一下，穿烫的时候，只是穿烫而已。对，因为这样杏鲍菇它这样会比较硬。我们穿烫以后就比较软，比较好包，把它卷起来。好。那还有水莲，水莲也要切吗？水莲先不要切，因为水莲这样先就这样整颗下去穿烫一下，这么一下子就好了。对，这样拿起来，等一下要切的时候比较好切，要不然你这样放，把这个剪掉。头切掉以后下去穿烫，这样就不好穿烫了。好，这样我可以帮忙。这个要穿烫，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帮忙。那你接下来你是还有什么需要刀工的吗？我们现在那个水还没滚，我们就
现在就来切素火腿。好，你素火腿也是切片咯？对，没有，是切一条一条的。切条状，所以我们要先切片。好啊，另外来过会。哦，过会呢，我们需要它。好，那我们需要穿烫的东西就两样吧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可不可以先穿烫这个杏鲍菇？对，先穿烫杏鲍菇，对，因为杏鲍菇是白的。哦，了解啦。因为假如水莲先穿烫，它的颜色可能杏鲍菇的颜色可能会改变。哦，所以这个是进厨房也要注意的事。我们这番茄就是去头尾。番茄要去头尾。对，头尾切掉以后，我们就从这边这样下去一半的刀，然后从这边压下去，这样滚。我们只取外面的皮而已。真的？然后里面的刺不用用就对了。有，等一下会用类似红烧的方式来做。哦。淋在。这个烫一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让它软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有软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这个有软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我可以整卷放进去吗？对，一下子就好了。一下子就好。对。好，一下子。一下子就好。你的一下子跟我的一下子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哈。大概1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10秒左右就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有这么快吗？可以。可以的哈。对。你讲的哦。对。好，这个起来，我们要让这个水我们就可以关了。对，我们就不用了。就不用了，我们就关水关火。好。师兄，你是开餐厅的吗？为什么你这么会做菜？没有，我是做水泥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讲你是抹饼？对。结果奈安尼这能够煮料理啦，还是是。自细汉就有兴趣滴做这物件，所以是哦，起来就有迄个兴趣，就加减过看一寡节目，然后把。你很喜欢看美食节目啊？对，好，先谢谢这个观众啊。所以水莲就要这个长度。我们等一下再另外这样水莲，这样它就我们整理会比较好整理切的时候。我知道了。我们水莲如果没有改熟的啊，雷穿烫就会变，安尼拍干，刷刷掉，刷刷真歹的吼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水莲大概是切，也大概4-5公分，4-5公分的对段长度切段，对，也是要长条的意思。对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包，好就。番茄、素火腿，然后水莲，就，哎呀，师兄，这道菜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说？也是
看电视节目，他是用他本来是做荤的，是用培根来做的。所以你就把它变条，对，改变做蔬食。对，他用培根，还有就是虾子。哦，举一反三呢。我就把它更改，换一下，我们猪食吃素的也可以吃，吃到这种美味，很赞的就对了。哇，哇呀，其实师兄他是做营造啊，自己本身这个木啊饼就搞的就对了。没有啦，啊，你是这个营造工程内底，你上头第一步去做的是什么？我第一步就是学贴砖啊木啊饼安尼。不怪你讲你上到我边，然后慢慢生意越做越大，然后就变成老板，发包可以包工程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很厉害，做久了就想稍微要承包一些工程。所以万行起头难，但是呢，从这个工作当中就累积了你的经验，所以你就可以当老板，这是非常扎实的一条路呢。啊，但是你安无闲，你哪有时间通哦进厨房做这個啦？其实我伫内面嘛，唔捌入去厨房咧。哈？啊，那有看到较新的物件，啊，家里就。家里的成员就形成了一个白老鼠，让我们我煮的好不好吃，他们都要承受。可是每次都被吃光光这样吗？也不一定啦。好，这个真够把我爸的爸爸做的，那也算不捧场啊。哦，实在。不过呢，这个我们从师兄的这个谈话当中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，这个家庭和谐的气氛，其实是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呐，吼。对。嘿，哦。啊！你这样咧包好的时阵，爱搁做什么步数，才会当进这个五脏庙可以吃。咱先打，嘿，这些物件吼，先来改煎，可以哦，要煎哦，嘿嘿，那我来帮你开火，好不好？他们好需要煎，那就是要热锅，对，啊，唔得爱放油呢，吼。嘿，放一度啊，就好。一度啊，就好啊。嘿。这安尼淡淡，恁好打啦，好不？较袂撇到边仔的水主持人。安尼讲，较袂。咱即马油来放一度啊，就好。吼，一度啊，就好。好。啊，唔得爱等伊热锅才可以下。嘿。吼。哇！啊，你是要安怎知影讲鼎有热啊无热，会当落还是袂当？其实鼎嘛唔免讲真热啦，因为咱古想讲要打这个小仔台煎好吃一个安尼尔。哦。意思就是，其实它都是大部分都是熟的，熟的了。哎，咱即马是古代煎可以吃这个，安尼。所以师兄这一道菜叫做杏鲍菇双拼吼，也是很健康的呢，很清爽的呢。对，然后等一下可能中间。我们等一下煎起来了以后，我们中间就摆成一堆，然后旁边就把它旁边把它剪，摆在旁边摆一圈这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师兄讲的意思就是说，等一下盛盘的时候，谢谢，还是要让它这样美美的呈现出来。
大家才会很有食欲啊，呢，感觉就好吃啊，呢啦。所以摆盘也是学问的哈。没有。你讲你安尼足熬抹饼，啊是安怎安尼这么熬进厨房？其实做这物件，我拢足有兴趣的。嘿。啊。哦。包括做导游嘛，这导游我家己做。嘿。师兄还会家己做导游？对。是哦。哦，啊，你的大火可以继续维持吗？还是说需要少一点？小一点好了。小一点好了哈。我们整个小一点这样子，好，小一点，好，这样子，小一点。嗯，好精彩哦！哦，哇！所以师兄，你的易经班同学里面有没有很惊奇说是安怎这个这么熬磨饼，这么熬做工程的师兄，但是？这么熬煮菜，我拢跟伊讲，好咯，抹刀甲菜刀拢同款，拢是刀。哦，可是此刀非彼刀了。不过人生吼，有安尼多方的兴趣的话，其实是丰富人生，非常正确的啦，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，培养自己哈。我很喜欢写一些东西，像手工皂我也会做，多才多艺的对啦。可是怕以后老了哈，没有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就去写一些东西。是哦，未雨绸缪，嘿。好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前面这些都不需要用吗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拿下出锅以后，我们再来做那一些东西。原来呀，好，我们就要先摆盘。哦，嘿，聪明的师兄，你阁有这招安尼哈？原来那个牙签哦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拿掉了。对，要不然有的脚不小心吃了。哇，扎到嘴就刺到嘴就麻烦了。好贴心的这一招，等于上桌的时候是看不到牙签的。对。哦，安尼你足细心的呢。没有。哦，安尼你是不是真够秀毛？无。无。接着我来偷问师姐。但是哦。秀母是大丈夫呢，无秀母就会较无讲。嘿，真的是现代人的好榜样哦。一个家庭似乎嘛，定在甲咱开始吼，家庭的温暖是所有人生的基础。师父非常强调，也常常教导我们所有的弟子，把家顾好，这个是最基本。所以宗门非常注重这个孝道的推广。好，对，嘿，百善孝为先。是喏，处理那无友好，咱呢？是大人要去给他拍车，你们哪会使吼？是呀、啊，哇，这款的工课我刚才用当旁边干瞪眼呢，帮不上忙呢。可是看师兄这样子手脚利落，就知道说平时啊开始有在煮菜，不是公家呀。吼，哇！
这样子摆盘以后，你看就变成可以请客的菜了呢，好厉害哦！我常常在菜市场，看到水莲菜的时候，我怎样讲水莲营养就丰富哎，对啊，对身体健康很好、啊。可是我都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料理才会比较好。刚刚看到那家你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酱料。嘿，哦，好。所以后面的这个，做酱料的这个步骤也是很重要的。很有概念哈，好，好，师兄，我来帮你开火，好吧？哦，你自己开。哦，安尼伤盐还是袂？袂紧，袂紧。嘿，咱即马紧来打这个番茄酱，利用还有剩下的一些油，油，哦，我们把番茄酱把它爆香。爆香一下，番茄酱要爆香。嘿，哦，哦，哇，番茄酱要爆香。嗯，然后你的酱油，哎，对，你自己做的酱油，虽然是要吃好导游，安心的导游在找我们的。王松金师兄，没有，我没有在卖。你没有在卖，就是自己做自己吃而已。嘿，哎，有一些就是跟人家分享一下这样而已啦，没有在卖。是哦，对，所以很多人要找你，你也会烦恼的。哎，对，不是专业的，不是专业啊，可是竟然可以做专业的工作。嘿、hey, ，好，这个是一点点糖，然后这个是你的香油呢。哎，香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。哦，那你现在还要加盐巴吗？哎，不要，不用，一点点而已啦。假如要的话，就是一点点，因为番茄酱本身就有一点咸味。是哦，对。你莫花问者，这个鸡呢，鸡才伤咸，都还哈变成我的罪过。不会啦。哦，是哦。好，可以起锅了。这个就这样，直接把它淋在中间这一个部分。来，我们在旁边，我们旁边再来旁边的哈，再来撒这些黑胡椒。原来你中间跟旁边口味是不一样。对，这样是哦。哇，好香哦，快要流口水了。嗯，好，完成。哇，师兄，我们很厉害呢。没有，像你搞刚的这个杏鲍菇双拼，我们终于完成了。今天非常谢谢师兄来到节目贡献这么棒的这个料理，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。我们一起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健康，心安宁。祝福大家，再会。再会。